第八题，有关右图中电路之电阻的电功率为下列何者？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，3欧姆的电阻接在6伏特上面，3欧姆有6伏特的电压。那么我们现在有电阻有电压，要我们求电功率，我们可以晓得，我们可以用公式 P 等于 V 平方除以 R。 那我们的电压是6伏特，要平方，电阻是3欧姆，所以呢就是36除以3就等于12，所以呢我们的电功率呢应该有12瓦。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，右图中电路之电阻电功率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 C 12瓦。